谢谢我们关将手，现在在写南淡水九玄宫。谢谢咱的牛山哈。那东厂呢，大家都知道的牛山后边就是咱的岘港的软桥哈。九玄宫九天玄女，我们圣驾莅临淡水平安师，由我们执事代表手持金香，祈求九天玄女圣驾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，我们如下众弟子哦，大家都能够事时无灾，能够听佑护明，同时呢也保佑我们现场所有的众星徒，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心哦。我们所谓的神光显照，南唐素汉就会丁行有万名，大家呢感谢咱就会用咱就能很入性的莅临，但至于安塞咱庆祝安端。九天玄女圣驾，取留神恩，也护佑所有的留下众弟子哦，感谢感谢。